诶，大家好，等一下，我那反光可以，东西啦，哎，等我一下，哎，那个会线会断吗？没有，让没我有。换来一下，我换来一下。哎呀，学校，难度有点。哎，今天是最后一堂的物理课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珍惜一下时间，就把那个第十一章，就大概讲啊，我们花40分钟讲一下第十一章。然后讲一下那个探究报告，然后就来，还可能省下一点时间，你可以闲聊一下。啊，我用 Apple。哎，昨天我们就讲到那个浮力啊，总之浮力呢，它就是，其实就是你那个液体，一个物体你浸在液体里面，它受到的那个压强不同啊，是一个压力差导致的。网络 OK 哦，OK，可以可以。我们讲到这边呢。总之呢，因为你这个物体它进到一个液体里面，它左右前后。这四面呢，它受到的那个压力，液体给它的压力会互相抵消，所以呢，只剩下上面跟下面会有一个压力，下面的压力一定是比较大的嘛，会大过上面，所以呢，你它们下面的减掉上面的啦，它的那个压力差其实就等于是你的浮力来的，OK，然后浮力我们计算一下，它其实就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它排开的那个液体的重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假如我有一个杯子，其实这个也是那个那个谁啊，那个阿基米德嘞，他当初他做的那个实验，跟那个他当初那个阿基米德定律啊，他也是这样子想到的。等会下我去拿猫去。哎，现在你就想象就是有一个杯子啊，全部都装满了水，哎，然后这个杯子一边呢，它就是有一个地方啊，可以让那个水漏出来的，可是它里面呢，都是装满水啊。然后下面你就装一个量杯，哎，有一个大杯子，然后旁边就装一个量杯，然后现在你放一块东西下去。就是放这个四方形下去啊，你把它放到下面去的时候呢，这样子它一定是会占据一些空间嘛，它就是会把一些水怎样呢把它推走这样子，对吧？所以就会有些水它会这样子流出来哦，哎，所以今天它流出来的水呢，我们去称它的重量的话。它其实就会等于这个物体呢，它所受的浮力。它的意思是这样：今天你流出来的水的体积呢，就是这个它排开的水的体积，其实也就是等于这个物体啊。
现在啊，它因为它是完全沉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物体的体积就等于是它排开的那个水的体积，可是不一定啊，它真正是排开水的体积，这样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继续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是沉在下面的啦。这样子，假如这个物体呢，它是浮在上面呢，这个阿基米德定律成不成立？一天好像你一杯水满满的啦，然后你在上面就放一颗冰，这个冰它就会把一些水这样子排开嘛。这是冰，冰会浮在水上面嘛？哎，这样子会不会成立阿基米德定律？还是会成立的。你的这些排开的水呢，它的重量就是等于冰所受的浮力呀、啊。然后这个冰所受的浮力，你猜一下等于多少？哎，跟它冰的重量有什么关系？相等。是相等的啊啊。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冰才有办法浮在水上面嘛。冰所受的浮力啊，要跟冰的重量是相等的。哎，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啊，物体沉浮的条件呐、啊。物体呢，你今天把它丢进一个液体里面，它有三种情况啊。一个就是你物体浮在液面上，就是冰丢进水里面嘛，就刚才讲的。一个水，然后你一个冰，这样子，OK。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其实它这个也是可以，就是用静力学的方式啊，我们对它做受力分析。今天这个物体会有个重量嘛，我们就把它叫做 G，OK，G 的重量啊。然后这个物体液体这边也会给它一个浮力，它们是相等的，OK。然后今天。物体它的重量就是物体自己的密度嘛，乘上物体自己的体积，还乘上 g 嘛。哎，液体它的给它的浮力，就等于是你排开的那个液体，它的体积乘上液体的密度，记住啊，是乘上液体的密度啊，然后还乘上 g 哦。所以这个排开液体的体积等于什么呢？它其实就等于这一个 part 来的，它就等于是那个在水面下面的那个物体，它的部分啊，那个部分的那个体积，哎，所以今天我们算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物体它的这个体积嘛，物体自己的体积一定是比这个青色这个部分大的嘛。所以你算到来呢，你的物体的那个密度呢，就是会低于那个液体的密度哦。你从这个公式，这个式子这边那个看嘛，这个大，现在这个就是小哦。哎，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有那种什么悬浮液啊之类的，就是 suspension 啊，就是有物体它有一些颗粒，就是悬浮在那个液体中间。悬浮在液体中间呢，我们也是讲这个颗粒耶，讲呢，它不会动的嘛，它在这个位置它就不会动，它叫悬浮啊。就你这个杯，你把它放在桌上，OK，它这个颗粒就悬浮在那个液体上面，所以呢，它所受到的重力也等于它的浮力，哎，因为还是一样嘛，你的那个静力要平衡啊，两个力要互相抵消，所以呢，你。今天物体重量嘛，还是一样是物体密度乘上体积，然后再乘上 g。可是你这个物体排开的体积呢，排开的液体的体积呢，等于什么呢？你的这个 v 排呀、啊，排开的那个体积，也等于物体自己本身的体积嘛。所以你这样子算下来的话，你的液体的密度呢，就是等于物体自己的密度哦。OK。OK。哎，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你一个物体呢，到最后就是你把它丢进液体里面呢，它沉在下面那样子。今天你沉在下面的话，
你会沉在下面，这样子就是说你物体受到的浮力不够了。哎，浮力，液体本身给的浮力是不够的，那个 F 是不够的。你液物体它的重量，这个大 G 远是大于你的那个 F，这样你要怎样办呢？它要沉到杯底那边，杯底再给它一个什么呢？杯底另外又再给它一个支持力，这样子它才会有办法就是静力平衡，OK，所以它一定会沉到杯底下面的。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重量，我们就讲重量，物体重量大于它浮力嘛，所以呢，你物体的这个重量还是一样嘛，就是它的ρVg 嘛，哎，可是液体这边它的浮力，哎，液体的浮力，因为你这个物体呢，它这个物体它排开的水的体积等于什么呢？它排开的水的体积还是等于这个物体它自己本身的体积嘛？哎，所以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什么呢？你的物体的那个密度呢，就一定是大于液体的密度哦。所以这里其实就跟你讲三种情况啊：当你物体密度大于液体密度的时候，这个条件的时候，你物体就会沉哦。物体密度等于液体密度的时候，物体就悬浮哦。物体的密度小于液体的密度的时候，物体就浮在液面上哦。这个就是你的沉浮的条件，哎，这老边师，啊，讲讲它排开的水的体积什么意思？今天那排开水的体积就是你想象，就是它在这个液体里面呢，占据的这个体积，就是我们想象，就是你本来有一杯水是满满的，OK，然后你丢一个东西进去。对啊，这个东西进去不是会有一些水这样的溢出来呀、啊？然后你计算那个溢出来的水是多少，这个就是排开的水啊。排开的液体啊，排开的啊，就这边我就用水来当做例子啊。它其实等于什么呢？也是等于这个物体它在水面下面的那个部分，它的体积。这样可以 get 到吗？今天你看我这个物体嘛，它浮在水面的话，我们就想哦，你本来这个液体有 100 ml 嘛，100 cm 三次方啊，OK，这个液体把100 cm 三次方，然后呢，今天你丢了这一块东西下去啊。我们就讲这个东西啊，OK，这个东西它你丢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让一些水这样子溢出来了。这个水它可能溢出来的部分啊，是10 cm 三次方。我们就讲这个是这个情况啊，这样是不是就是说呢，你这个它青色的这个部分，它就是10 cm 三次方嘛？就因为青色这个部分，它把水就是推走了。你这整个地方，你因为你杯你的水都是装到杯的口嘛，所以这整个它的体积是固定的。可是现在青色的取代了一些水呀，所以剩下的水，因为我们已知剩下的水是 10 cm 三次方嘛，所以也就是说青色的部分呢、啊、是 10 cm 三次方。OK 哦。OK。总之就是看在液面底下的部分啊，它的体积，液面底下，前提是水不可以被压缩哈。对对啊，你其实就算是气体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去算的。我们也是气体，虽然它可以被压缩，好像我们大气啊，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去 estimate 啦，因为它。基本上呢、啊，它的压缩的量不会太大了，它压缩的幅度，所以这也是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你看你的
假设你的体重是你的身体的质量啊，是80公斤的话，哎，然后我们就讲，OK，我们讲你的重力加速度是10的话，这样就是说你的体重是多少嘞？800牛顿哦，对吧？照理说你的对，体重应该是800牛顿的，如果取距等于10的话啦。可是呢，如果你在地球上面呢，其实你量你的体重的话，你站在体重机上面量，你会量到800吗？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呢，大气会给你一些浮力，虽然很小，可是还会有的。所以今天你量到的体重呢，其实你要让它扣掉那个大气的那个浮力的。也就是说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在一个真空的地方量你的体重啊，你会量到重一点。哎，老师，那个你写那个 rho g v 那个是什么弱 GV 啊，呀？啊，这个 OK，你的 rho 再乘上 v，不是就等于是质量啊？物体的那个密度乘上物体的那个体积，就等于物体的质量啊？哎。然后物体的重量就是 mg 嘛，mg 就等，所以 mg 就等于是 rho vg 啊，哎，哦，OK，OK。，alright，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继续啊，时间有点限，喂，现在啊，这个是课本的那个 CT 来的，OK，我们就每次讲什么冰山一角啊，冰山一角，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就你一个冰山，我们讲这个整个冰山就是已经是跑到海中间了啊，所以你这个冰山我们看到的嘞，就露出的，真的是冰山的一角哎。为什么呢？因为水底下还有一大块呀。哎，然后今天我们讲哦，我们冰的密度是那个 rho，我们把它叫 rho one 啊，冰的密度就是这么多哎，然后海水的密度哎是这么多。这样子，他问你，冰山在海面上跟海面下两个部分，它体积的比是多少呢？我们要找的就是 V1 跟 V2 的比值啊。我们要讲看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到底有多大的部分啊，是露在那个海平面上面的。现在要讲算这个问题嘞，你就想嘛，今天啊，你这个冰露在水面上面的体积。那个部分呐、啊，那个部分的体积我们叫 V1，水下面的体积叫 V2。这样子呢，你冰，这个是海洋呀，下面，所以今天你冰浮在水面上嘛，所以就是说冰自己的重力啊，冰的重力等于是什么呢？它排开的海水的重量，哎，冰自己的重力不是就等于这整块冰它的体积？乘上冰的密度，再乘上那个 g 啊，OK，所以冰的那个整个冰的体积嘛，就是上面跟下面都要算进去嘛，然后乘上 rho g，OK，这个是冰的重力。然后排开海水的重量呢，排开海水的重量就等于是沉在这个水面下面的这一块，它的重量还有，哎，所以沉在下面这一块呢。沉在下面这排开海水的体积啊，就等于是这个 V two 啊，就沉在下面这个部分，OK。所以沉在下面这个部分就是 V two 嘛，然后海水的体密度是 rho 嘛，然后 g 这个就是排开海水的重量。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移项一下嘛，我把这个沉进去，然后移项这样，我把 V two 的项式移来右手边，所以就写成 rho V one 等于 rho V two 减掉 rho one。V two 嘛，哎，然后我就可以抽东西出来嘛，rho two 减 rho one 这样子，哎，我抽出来，然后我再移回去的话，再给它交叉这样子啊，交叉这样子移的话，所以 V one 除 V two 就等于 rho two 减 rho one 啊，除上 rho one，所以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1.03减0.92，除上0.92，算下来就是。你看，就这么多了，11 over 92这样子。
什么意思呢？就在水下面的这个部分啊，是92来的，上面它是11，所以你看它几乎就差9倍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来点冰山一角。哦，是说那个冰重力会等于它排开海水的重量。排开海水的重量其实就等于它的浮力来的，根据阿基米德定律。所以今天你的冰，你因为它是浮在水面上嘛，就讲它已经是静力平衡了。所以就是说冰自己的那个重量呢，会跟那个浮力是怎样，会互相抵消哦。冰自己的重量跟那个浮力会互相抵消嘛，就大小会是一样。哎。那个浮力会等于那个拍开海水的那个重量，嗯，对，这个就是阿基米德定律了。总之，哦。你排多少水出来呢？你的那个你的浮力就是等于多少啊？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啊。不过这个，你们听得懂就算了，听不懂就不用理。哎，姐，你看啊。我根据我这个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冰，OK，我是1牛顿的，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液体，OK，我讲它是2牛顿的，比较好算了。我有一个物体啊，我讲它是2牛顿，不一定是冰啊，一块塑胶，我讲它是2牛顿。然后呢，我有一个杯子，它里面的液体呢，OK，它可能是10牛顿这样子，哎，它的重量。所以这一块物体呢，加上这个液体，它总共的重量是多少？哎，11N 了，11还是12？这个是2牛顿的，这个2牛顿，12N。12啊。所以你的这个加上你的这些水啊，这个液体等于12牛顿。所以也就是说，你根据物质守恒定律嘛，你把这个东西呢放进去这个杯里面呢，放进这个水里面呢，OK，它会排出一些水，没有错。可是呢，今天你根据物质守恒定律嘛，我们计算你排出来的水，OK，你的那个重量呢，这个是你排出来水的重量啊，然后这个是你这个剩下的水，还有你这个。这块 plastic 它自己的重量，它加起来也是要等于12牛顿嘛，对吗？所以你看一下啊，今天我这样子我就把这个东西这样子丢进去啊，丢进这个水里面，这样子我们这个要讲。假设我现在这个东西它是已知它是2牛顿嘛，所以也就是说我剩下的水呢，其实是多少牛顿呢？9牛顿哦，对吧？哎，所以，我剩下的水是那个OK，我们讲讲我哎不不，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已知，这个是2牛顿嘛，所以就是说我剩下的这个水嘞，这边呢，我们把它叫做那个 W 啦，W 加上那个它排出来的水，一定要等于它原本水的这个重量嘛，就是要等于10牛顿哦。哎，这样子，假如今天我们这个排出来的水呢，假如是1牛顿的话，一定是2牛顿啊，其实一定是2牛顿的。哎，它排出来的水如果是2牛顿的话，这样就是讲它剩下来的这个水啦，它是8牛顿来的。
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浮力是怎样呢？它也是2牛顿哦。这样讲你会不会？哎呀，这个例子不要管它了，这个什么意思这样是看，W 加 W 排出来的水会等于10牛顿？剩下的水加上你的排出来的水嘛，一定会等于那个10牛顿啊。哎呀，我这样讲，这样那个，这样讲也是你让你们更乱了，算了。不要去想这个，今天时间也是有点限 你今天会讲一堂课啊？怎么嘞？没有。刚才你不是讲什么探究报告什么？讲完，我们有两节课的时间吗？讲一节课呢，来讲一下这个，嗯。然后一节课，剩下探究报告其实讲一点来了，喂。所以这个也是有点课外的，不过，今天啊，假如我们这个冰啊，在这个冰山啊，它融化过完，你觉得那个海平面它会上升吗？会呀、OK，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今天假如啊，你是普通的水啊，你有一块冰，OK。就用纯水做的冰啊，跟普通的水这样子，你的冰融化了，这个水本，现在我的水位就是已经在杯口了啊，所以我冰融化之后，水会溢出来嘛？你觉得？我们先想这个先，应该是会，会来的不会啊？会啊，那水就变多了。它在融化的时候，质量也变小了。它今天你融化，就是说所有的冰就会变成水嘛，对吧？可是你的这个水呢，你这个冰啊，它排开水的这个重量，跟你的那个冰自己的重量是一样的嘛，对吧？对。所以今天如果你冰变成水的话，或者我们这样讲啦，现在你把冰拿掉了，这样子你的水位不是就会退一点哦？OK，现在你把冰拿出来呀、啊，同样的冰拿出来，所以今天就算这个冰啊，它变成水了，这个冰如果你让它融化变成水的话，这样子你再把这个水倒回去，你觉得它会倒到哪一个地方呢？最高的地刚刚方。好忙吗？刚刚好忙呢，OK。所以啊，你冰这样子放的时候啊，它融化了，它水是不会溢出来的。这里我们是当然是讲这整个东西啦，它温度变化没有很大啦。我们来这样讲，温度如果有变的话，会有影响的。那哦是，我不能讲，是因为冰的那个密度比水的还要小，所以啊。变成水沟，其实它还有一点点空位啊。啊，对，你可以这样子讲呢。总之，你诶。冰你拿出来的时候，它让它融化嘛。这个水它是融化成的水呢，它的体积一定是比较小的嘛。然后这个水的体积呢，其实也是刚刚好等于什么呢？这块冰它在这个水面下面的这个体积来的。算到来一定是一样的。可是呢，假如我们现在把普通的水呢变成盐水的话呢，你觉得会一样吗？刚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是因为有冰融化了会变成水啊，就跟下面这个水是一样。可是今天假如我是盐水的话呢？哎，老师，如果你放盐啊，水的话，那个冰不是浮到跟上面吗？对，它冰会浮到根上面，没有错。嗯，这样可能冰会溢出来哦，它一点点啦。融了过后会溢出来啊，其实是会溢出啊。来的啊。不信你可以自己回去算一下啦。不过这个因为我们。
讲到8:30，现在所以还是39分钟，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我先放在这边了。哎，我们先来看完那个大气的压强呢。老师，你 PPT 这边好像没有。哦，这个我是后来再加的，我等一下再放上去。也就是，所以就这样子的时候，妈，今天跟我们讲那个，那个全球暖化，然后海平面上升，那个是骗我们的了。啊？没有哎，海水有盐呢。没有骗你啊，真的是啊。但是冰本来就是海水型，哎，没有，你的冰呢其实是淡水来的。我们的这里其实我，这个我只是讲是一个冰山在海上面啊。你有一块冰啊，就很大块的冰在海上面。可是今天全球暖化这个你是很复杂这样子的啦，因为它是两极的这个冰帽，这个冰帽啊，其实你可以讲它本来就是在陆地上面的，它这个冰帽融化了，然后那个水又跑进那个海水里面这样子，它主要是这样子的啦。不过不管怎样都好，今天假如那个冰帽它融化之后，有时候它是一整块那个冰山呢跌进那个海里面的，就一整整大块冰啊跌进海里面，形成一个冰山啊。然后这个冰山在融化的时候呢，你海水又会涨到跟沟里。我想讲的是这个啦。有问题吗？哎，没有，我们继续看大气啊。OK， 今天我们地球呢，大气是什么来的？大气就是我们地球嘛，就是因为它有那个万有引力嘛。然后你地球表面呢，就会有一些气体，怎样呢？就受这个万有引力的那个拉扯啦，所以就会被好像被困在这个地球的表面这样子，一个区域啊，就形成一个大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地球表面的这些气体呢，你气体会热运动没有错啦，气体会自己会动的。可是气体呢，你在热运动的时候，我们算到来啦，因为它温度没有很高，所以你那个气体呢，它热运动那个粒子呢，它运动的速度没有超过那个以前我们讲的那个第一宇宙速度，所以就是说那些气体呢，大部分的气体啊，它粒子是没有办法逃脱那个重力，我们地球的那个重力啊，所以就全部就困在这个地球表面这样子。当然会有一点点有办法逃出来啊，不过那个我们不用理它了，大部分的粒子都会被困在地球表面的。然后呢，你想看呢，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些气体嘛，它就会受到一个重力了。我们可以讲哦，你这边就是一整个区域啦，你就讲它是一大块的气体，它受到一个重力，这样会怎样呢？它就会向下这样子压哦，它向下压的时候呢，就形成一个压力哦，其实就是你的大气压来的。哎，所以大气压有会造成什么呢？这个以前，我在班上做过嘛，有的人是那个初三，如果遇到我的话，我们不是就有做过，就是拿那个铝罐，你烧了之后，铝罐里面要装一点水的啊，装了那个水之后呢，你拿来烧，让它里面的水呢开始沸腾，然后之后呢，你再把那个铝罐呢，就是颠倒，你把它放进一个水盆的话，那个铝罐会怎样呢？整个不是会被弄到，就是整个会被挤到扁掉这样子。还记得这个东西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靠，就是你什么？热胀冷缩。它其实靠的不是，主要不是热胀冷缩。今天你它里面要有水的，如果没有水的，其实做不到这个事情的。今天你有水的话呢，这样子你烧了，水会沸腾嘛，就形成蒸汽 ，OK？ 蒸汽就会把其他的空气呢推出去了啊，所以里面罐子里面全部都是蒸汽来的，水蒸气来的。然后今天我们再把这个罐子呢，你要这样得巴内，这个口袋这边啊，你罐子得巴内，你把它放进水里面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那个蒸汽遇冷又会怎样呢？就液化了，又形成水。OK， 就你这个罐子到最后呢，
在这个盆里面的时候呢，它又会形成水啊，这样剩下的空间呢是怎样呢？几乎就是真空来的哦，几乎啦。这样，然后外面有大气压强啦，所以它会讲呢，就把这个铝罐哦，就挤到扁掉，嗯，就挤到扁掉啦。所以它其实是靠水的那个 condensation 啊，那个凝结。不过不管怎样的话，这个就是来证明大气压强的存在啊，还有大气压强的那个作用这样子。你看啊，老师，嗯，刚才你讲大气浮力是什么东西？大气浮力哦，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人，你在假设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嘛，所以你是不是也会占据一些空间，对吧？也就是说，你会把一些气体排开啊。你把气体排开的时候呢，你气体就会给回你一个浮力。哦、OK， 啊，明白。哎，然后你为什么你今天你用水草啊？你这样子喝水，你可以喝得到哎。今天你嘴在这边吸的时候，这里的空气就会被你吸进去嘛，所以里面这边呢是怎样呢？就形成一个低压的地方哦，然后外面这个是大气压嘛，当大气压大于那个这个里面这个空气的压力的时候，怎样呢？水就会慢慢上来哦。水可以上到多高呢？就是跟你这个气压是有关系的、啊，它里面的这个空气的气压。所以你一直吸一直吸，那个水就会上来，就会喝到水了哦，哎。然后吸管越细的话，越容易吸上来是吧？那个不是主要动力，不是？那个程度上你的越容易吸上来是怎样定义？看你是想吸那个水可以吸到很快还是什么？啊，可以这样讲啊。不会吸到很快的，因为你那个。有那个那个毛细管现象那些，它水啦，在一个很细的水管里面呢、啊，它摩擦力很大啦，然后又有毛细管现象那些，所以它走到比较慢呐，你没有这样好细的。不过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东西。OK。哎，所以今天啊，你想象啊，今天如果我有一个这杯水啊，今天我这一杯水，我这个果汁，然后我用一个很长很长的细管。可能你就在那个科技楼啊，六楼这边，你就放一个很长的吸管这样子，哎，然后科技楼六楼一层楼，我们讲是有4米嘛，所以就是6×4=24，所以你离这个杯子呢，就是有24米，这个高度啦就是24米，你觉得你有办法把水吸上来吗？没有吧，就很像那个树的。输吸水的原理一样，哎，你们学过啊？哎呀，是没有办法吸上来呀、啊？为什么呢？哎，今天我们是讲测量我们的气压先啊。讲完这个，其实你应该可以大概猜到了。今天我们测量气压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装置，就是你有一个这样子的真空管啊，就这边你要是、啊、真空的啊。然后你把它放进一个水银里面，这样子因为有大气压强嘛，这个大气压强就会把那个水银就会推上去，推到某个高度的时候呢，它们呢就是那个精力就会平衡了哦。或者我们讲呢，这个水银柱的这个压强呢，就刚刚好等于那个大气的压强了，所以它们就刚好平衡了。所以其实这个水银柱它的压强呢，就是那个 h rho g 啊。就等于是你的大气压强了，哎，所以我们以前初中学过嘛，你的大气压强呢，用水银来量的话，就大概会是76 cm 的那个汞柱啊，就讲你的这个水银呢，它的那个 h rho g 啊 ，h 就是0.7276 m 啦，我们大气压强就0.76 m， 再乘上水银的那个密度。那乘上那个 G， 就等它算到来大概就是101 kPa 了，你可以自己去算看的，就这样子来的 ，OK。
然后呢，今天如果我们不要用水银，我们用水可以不可以？今天我用一盆水这样子，然后我用个真空的那个水管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只是这样子的话呢，我那个水呢，因为它密度，水的密度是比较小的嘛 ，rho 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 h 圈就一定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算到来呢，我的 h 圈，我的 h 圈是从那个叶面开始算起啊，叶面到这边的高度啊，我算下来会是十米的。所以我们讲那个76 cm 的拱柱啦，就等于十米的水柱。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今天如果你在一个24米的地方，你吸那个水呢，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水吸上来？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水它只可以上到十米的地方。就算你吸到几大力都好，你把水管里面的空气吸到真空都好。这个水管你把它吸到真空都好，这个水柱它只会上到十米的。没有问题吗？因为有水自己的重力了。啊，对，水自己的重力啊，它没有啊。有时候水银不是很容易挥发吗？还是他还是用活塞顶着。他如果是水，我们这个量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他挥发应该也没有很快啊，水挥发会很快吗？记得啊，不过他你在量的时候，你只是一下子来，他就马上那个水银就会很快就上到来，然后你就量了高度就好了。当然他，而且他就算怎样挥发都好。它挥发的话，形成的蒸汽，对啦，它挥发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拱柱的这个高度啦，没有错啦。不过如果你很快量的话，这样子它水银就没有挥发太多啦，所以我们就不用这样去考虑哈。哎，可是如果它挥发的话。它挥发的话，我们参照面就变低了嘛。其实算到最后也是一样，就是你挥发的话，它自己在，它自己会就是一部分的那个水银啊，它会形成一些蒸汽这样子啦。所以这个叶面是会照理说应该会降低一点的，就你量到了那个高度啦，水银叶面的高度嘞。会比较低一点的，可是只是低一点点来的、哦，而且毕竟你的水银的那个密度是很高的，你水银它的液体的水银的密度啦，一定是远远大于气体的水银的那个密度来的。OK， 所以算到来呢，它其实不会影响很大。哎，然后这个是普通的，就是实验以前你们初中实验做的那个量气压的方法，当然现在就是没有人这样子量啊，可是我们也可以做这种简单的气压仪啊。哎，就是我们假设现在你要量某个那个气体的压强 ，OK， 这边有个 gas， 你要量它的压强。所以你要讲呢，你就可以用个 U 型管这样子，你把这 U 型管就是接到那个你要量的这个地方呢，那个 gas 那边，然后呢，这个 gas 它就会推你的那个水嘛，或者某些液体啦。OK， 所以我们之前有想有用过那个 Pascal law 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嘛，你今天你从这个参照面这边来看的话呢。这边是你的叶面啊，就是你这个气体就把叶面就推到这里，你这里的压强呢，跟这里的压强会是一样的嘛？左手边跟右手边的压强会是一样的。你左手边这边的，你这一边这个的压强会是等于什么呢？
右手边这边的压强就等于是大气压强嘛，加上这个水柱自己的那个压强 ，OK， 所以它就会等于是你这个气体这边的那个压强啊。所以或者那个两边比较高，就是可以懂它的那个压强跟大气压强的比是多少了？啊？什么？你只要懂那个水柱的高低啊，那个差、啊，嗯，就可以懂那个大气压强跟那个压强比的比例啊。可以可以，对，可以算。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这样子量到的这个压强啊。如果我们只是量到那个水柱自己的那个压强，哎，就我们算 HOG 的话呢，其实我们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四季的压强啊，就是单纯只是那个里面这个气体，单纯它自己的压强来的。可是呢，今天我们这样子量呢，因为你这个 U 型管，你这样子接到这个 tank 这边，所以呢，大气它会压到这个你的这个 tank 这边嘛，所以它其实也会造成什么呢？就它造成它里面的这个压强呢，会有多一项东西出来啊，有一个那个大气的压强出来，所以我们就讲哦，你这样子，我们这个它里面的压强啊，其实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啊，它的压强其实是就是。要考虑把那个大气压强算进去了，所以就叫做绝对压强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哎，今天我们课就是先上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那个探究报告。哎，探究报告那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OK， 你们大部分人都是量到那个什么嘛，那个，你们可能是改变那个紫蜻蜓它的那个机翼的那个长度嘛 ，OK， 或者是你改变它的那个，机翼的宽度这样子，然后你量它时间，然后你就画出这个图 ，OK。大致上你们会看到什么呢？好像这个它是机翼改机翼长度了，然后它就是量它时间嘛。你会看到什么呢？大部分呢，你有发现就是机翼长的时候呢，基本上飞行的时间就是比较长的啦。基本上啊，可是会有例外的。有人有做到机翼长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那个飞行时间反而变短了。有。然后。这样子，你看那个飞行时间变短，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呢？你有发现它、啊、那个紫蜻蜓它飞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吗？它不稳定啊，不稳定啊，就整个就很像那会要翻这样子是吗？对啊，所以它其实速度没有整快啊。嗯，所以它就是因为它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那个机翼在转动的时候呢。因为你其实那个机翼在转动的时候，它一来它也不是匀速转动的，所以它会有一些那个力啊，会弄到你不稳定这样子。而且你因为空气啊那些阻力啊，然后它整个紫蜻蜓它在这样子落下来的时候，它其实会这个页面这个机翼这边嘛，会形成一些乱流啊，所以。你纸条太长的话，就讲那个乱流是比较大的，所以就到最后就是会不稳定哦。所以如果你们有解释到这个就 OK 了，如果没有解释也是 OK， 好的，也没有这样。反正你要注意啊，好像你看你这个画的这个图，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图，你觉得这个图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画。今天这个是坐标图来的，就是那个你实验的这种图嘛，就是画在一个坐标纸上面的。你不管怎样都好了，你在写数据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要
要注明你的那个单位是什么，你飞行时间那边你要跟人家讲你是用秒，不然你这个 1.5 人家不懂是什么来的，你只听那个规格，这个就跟人家 back check 嘛，规格是什么呢，人家没有办法一看就知道。你以后你出来做研究嘛，或者你自己做那个工程师还是什么，你今天你画一个这个图这样子给客户看，你可以想象那就你画了这个图，然后你给你爸爸妈妈看这样子，你爸妈看了呢，他可以马上知道这个图是什么来的没？他这个图他两个那个物理量的关系没？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一来他不懂执行型规格是什么，后来你也没有，哦，你这边有放长度，可是这边又没有放，其实你就旁边这边你可以写执行型记忆的长度，然后 slash。然后 cm 这样就好了，或者挂号 cm， 然后下面就放数值就好了。这个也是一样，飞行时间，然后挂号就是秒这样子。你这样人家至少比较容易懂你到底在讲什么。你画图就是要跟人家就是表达一个讯息，所以你要让人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抓到你要讲的那个 point 这样子。哎。然后结论那边 ，OK， 4.5 cm 飞行时间最长 ，OK 了。然后执行停翅膀越长，飞行时间越长，从数据上面也是有办法支持的，所以这个是 OK 的。其实不用放因此啊，你因此的话就讲这个前面的话跟后面的话有因果关系这样子。哎。然后这边就大概讲一些想法咯，然后讲到哦要怎样，就是讲想法这样子啊。然后可能有的人哦讲到一些什么技巧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 OK 了，然后基本上呢，哎，它面积越大，然后飞行时间呢，算到是越长了，哎，哦，其实心得这边还是就 expect 你们要讲一些那个什么。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的那个什么一些现象啊，或者一些秘诀啊，他讲他可以把做这个执行型做到，让他可能拿数据的一些秘诀啊，或者拿数据看到那个执行型的一些，要讲可以让他飞到比较稳定啊之类的，不过写这样写是 OK 的，没什么的。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写到蛮 OK 的。OK， 这个还有做那个影片，你看，哎，这就很好哦。哎，你看他。基本上呢，你他做多一次啊，他就算四次的飞行时间，然后再算他平均值，这样子的话，那个偶然误差就会更加小了，这个是不错的。然后 OK， 还有算那个角度那些，哎，可是那个陈信啊，你角度你是讲固定啊？可是你只落下来的时候有变形了，你确定没有变形吗？你看你 video 的时候有没有变形吗？啊 ，OK 了 ，OK 了，啊，其实你可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就是加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啦，这样的，因为它会。它受到空气阻力的时候，它这个会
会有点像山这样子翻的，一点点来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啦。哎，你看这个数据就很齐全哦，然后哇，你结论量短，哎，可是你要注意啊，你的结论一定要是可以支持，就是由数据这边来支持的。所以哎，你这边，因为你结论讲到空飞。飞翼的上方及下方空气压强差异小，你有讲到空气压强，可是你的数据这边，你有去量它的空气压强啊？其实你是没有量的啦，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是你自己的猜想来的，你没有去量的，所以你数据没有办法支持啦。虽然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啦，可是因为你数据没有办法支持。所以你其实现在结论就不是很好的啦，因为你结论你要从图像数据直接看到的，哎，然后它要是这些数据图像可以支持的，然后你从这个简单来讲，就是你要从数据这边呢，你导出一个规律这样子，导出一个间接，这个间接的意思就是讲就把它 generalize 啊，就是找出一个规律这样子。然后当然要是跟你的那个实验的假设啦，或者目的是要是对得上的。所以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啦，你以后写报告啊，或者出来大学做研究也是啊。你如果你结论你这样子写的话，人家一定会来问你，哎，我都看不到你的压强了。这么你会讲这句话这样子，那也就有点 bad 哦，所以要注意啊。然后这边 OK，这个讲得很好了，然后他有讲到一些那个一些他的发现啊，一些想法这样子。有哎，这个实验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大部分的都写到 OK 了。怎么突然间讲安静的？哎，这个要注意啊，那个，走完一走，你要标了啦。你懂你要问了，都做完了问什么？什么？都做完了还问什么？你可以问，就是一些你的想法，就是你可以拿出来讲一下，看看是不是合理还是怎样？是。啊，那你跟我讲那个会翻车是为什么会翻车？因为他你会形成那个，主要是可能是他会形成那个乱流啊，你的那个紫蜻蜓它在飞的时候，你们在看得到 screen 吗？乱流是因为那个机翼太长，所以它会螺旋这样流下来啊。你如果太长或者太宽的话，你这样子转的时候，因为它其实这个是我们流体那边还剩一点点东西，那个乱流那个来不及讲了。你今天呢，你这个机翼这样子落下来的时候呢，会怎样呢？它会给就有人是很像是给风那样的吹到嘛，所以机翼后面呢这边呢，它其实那些气体呢，它流的方向是很乱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导致你的那个机翼会怎样的，就整个就这样摇来摇去，然后太过严重的话，你可能就翻车了。你飞机也是这样子，你飞机你有坐过飞机的话，你不是看戏也是有看到吗？你遇到乱流的时候，飞机又整个又乱摇了吗？就没有办法控制啊。什么意思？叫上面的气体会乱流？它没有，它是背后的气体，这个
你只记忆这样子，你飞，你只蜻蜓是这样子落下来的，所以它后面这边呢，这一个区域呢，它其实就有点像是类似一个真空的地方啊，然后哦，四周围的空气会想冲过来这样子啊，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乱流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紫蜻蜓在转动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在做圆周运动啊，可是你紫蜻蜓你转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力呢，它不一定要，它可能一下快一下慢这样子的，或者可能这一只翅膀呢，它受到的力那个向心力比较大，另外一只受到的向心力比较小这样子，也是跟气流有关啊，其实也是跟气流有关的。总之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它的力不平衡了，所以就导致你整个机翼就这样子摇来摇去。然后呢，如果你机翼太过宽或者太过长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重心的问题来了。因为你其实你的紫蜻蜓是你这样子折一个东西啊，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点这个那个纸的嘛，对吧？你下面有一个纸这样子的。如果你下面这个纸呢，如果比较。比较长的话呢，这样子它的重心就是比较集中在中间了，OK，这样你转起来就没有这样大的问题。如果你的那个这边多出来的东西只是一点点呢，就是短短这样子还，这样它重心呢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纸片那边呢，这样它飞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比较不稳哦。哦，就那个身体那边会一直摇来摇去。这如果机翼太长的话，会可不可以讲它的那个，因为长了嘛，所以它质量也分布比较长，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弯下来的感觉。它飞的时候，它你讲它机翼啊会弯啊，啊，弯下去，它越尾端就会弯越够力就对呀，会呀，会呀，会呀，所然以。后弯。而且你弯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飘了，所以更加容易形成乱流啊。就可以这样讲，大概这边也没有对错啊。其实你们做这个探究实验呢，我讲的东西可能有些也是可能是错的，这个只是我的设想啊。而且我一开始我是设想就是那个机翼比较。宽的时候，它照理说飞行时间应该会比较久的，本来是这样设想的。后来，哎，很多人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啊。而我的朋且，友做越宽越久嘞，我觉得啊，是比例有问题啊。我觉得宽是会飞跟得比对较它久跟的比例快。有问题的，因为它你要考虑到它流体的那个效应，还要考虑到就是。它其实跟很多东西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你，它机翼这样子落下来的时候呢，它转动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气流会造成，会影响到它的运动。然后呢，你的机翼，它机翼在这样子下来的时候，你的机翼就开始转嘛。你掉下来的时候，机翼就开始转。这个其实是一个能量的转换的过程呢。它就等于是你的机械能，这样呢就变成你那个紫蜻蜓的动能了。然后呢，你其实我以前我们学的那个动能啊，之前那个课堂我们学的动能是什么来的？我们只是学平动的动能，我没有学转动的动能啊。你如果转动的动能越大的话呢，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啊，就是说你平动的动能会小一点的，所以这样你照理说会移动到比较慢呢、啊，跌下来会跌到比较慢，这个你要把它考虑进去。其实这么越宽会越慢，就是不稳的。越宽照理来讲，它应该会转得比较快，也不是啊？比较慢不是？宽后来发现是比较慢了，只是我还没有去算了。这个事情很多，你要看它的那个力矩，然后你要看它的转动惯量，就是你明年会学到的转动那边也学到一个转动惯量，它其实就是转动版的 F 等于 ma 啦。你机翼宽的时候，力矩是会变大，没有错啦。
那个竖井好像一开始是这样想。问题是你记忆宽的时候，你的那个转动光量会增加更多，增加的幅度会更大，所以就会导致你宽的时候，你的那个太宽的时候，你的那个记忆呢反而就比较难转动。宽的话比较难转动这样子啦。我一直在想是宽更容易转哦，然后我就发现有人转不到。很复杂啊那个，而且其实这个实验呢，我们不懂答案的，全部老师都不懂答案的，我们没有做过，我们真的不懂。这个所以才叫探究实验呢、啊，这个也是做研究好玩的地方了。其实你在，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读理科啦。你看你是，哎，如果我时间到了，你们可以直接走啊，就只剩三分钟了。哦，我们要拍照。哎，先拍照了。对啊，拍照拍照。老师，你要走明星几时给我们看？等一下就出来了啦。哎呀，我拜六才 upload。哎，OK 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又来拍照，全部打开镜头。OK。什么 pose 吗？啊。随便啦，你要摆什么 pose 都可以的，你不要摆 pose 也可以啊。OK。所以开镜头吗？嗯。OK， 你们要比什么？我要比什么？比了。怎么有些人没有穿校衣啊？哎，要穿校衣你们。一凡没有穿校衣。哎呀，自己 Photoshop 吧、啊，那 Photoshop 校衣上去了。我不是讲过我的校衣在宿舍吗？不如。哎呀，你们没有班服吗？妈的，昨天穿了班服。悲情啊你们。哎呀，自己 Photoshop 吧、啊，这种东西太简单了。担心这种东西哦。啊，你明天还要给我教啊？明天想不开啊？欸、老师，终于不要教高二。不懂啊，学校安排的，不是讲你要教了就会给你教了。哦。高二有什么老师、啊？要每年重新备课，很累耶。什么？高二有什么老师？辅校还有伟轩呐、啊，应该是啊，他每年都会换的。明年就换到你了，老师。啊，不可能每年都叫我教一个新的科目啊，很神经的这样。哎，今天 OK， 时间差不多到了，你们要走可以走啊。就这里，反正有些话跟你们讲了、啊，不过可能时间也是有限。讲啊讲啊，是讲，什么肉麻话？谢谢。讲嘞 ，OK， 你们今年走来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也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哎，然后大家可能也是赶上高中啦，肯定也是会有一些适应的问题啦，是 OK 的，嗯，可是有几个东西要跟你们讲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测验的东西啦，一来是可能 OK， 我可能测验就是平时出的太难了，所以你们就可能有点怕这样，怕不及格，然后。所以就会做鬼做怪样子，尤其是网测啊。可是你要想啊，就是这个作弊这种事情到底好不好、欸？哎，我们现在不是在谈道德的问题啊，我们是想就是作弊这个事情对你日后有什么影响，这样子，就从比较现实的层面这样来讲。今天，假如你。是靠作弊来物理才及格的话，哎，
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哦，物理很 OK 啊，我物理就读到 OK 啊，这样子。然后你上了高二两班呢，你可能就哦，物理 OK 啊，所以我你看我每次都可以作弊都可以过关，所以我都不用读书了。然后你高二还可以再作弊，高二会不会有网测呢？高三呢？高三你会统考的，统考你可以作弊没有？像你那时候到高三的时候，你统考的时候你要怎样办呢？你就直接死掉了。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作弊的人，你不知道自己实力，你不知道自己程度到哪里，然后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自己有些错误的那种自信那样子啦。然后帮人作弊的人呢，会有什么问题呢？你想一下，你这帮人作弊，你也算是作弊人了。如果抓到的话，你也是一样是零分的。然后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帮人作弊的人，这样子照理说你的程度应该都是不错的嘛。然后你可能本来可以拿80分的，你今天你帮家人作弊，你直接变成零分掉，你被抓到你变零分了，你知道没？所以值不值得嘞？你要自己去想一下。当然，有的你可能就是学霸，你可能就。可能因为你们怎样都是会有一些朋友之间的压力啊，就讲哦，今天如果你没有帮你朋友，他帮你他又不爽我这样子，可能全部又 boycott 我。喂，今天这个东西这里讲，这里删了、啊，不要出去讲。你如果真的觉得有同济压力的话，这样你怎么办呢？你不用把整个测验卷都给人家看的好不好？你可以给人家讲哦，这题给他一点暗示。或者是跟他讲一题的答案，这样你也是有帮到他，然后这样你被抓包的几率也没有这样高。当然，我是不建议你们这样做啊，就是连作弊都不要帮就不要帮，对，因为你被抓，你自己也是会遭殃的。而且你今天你可能就哎呀，作弊没有什么，拿零分就拿零分，送训导处也没有什么。你知道你长大的时候，你作弊会有什么事情吗？就你只是中学还，你现在很小，你做错事，我们都会原谅你的，就是你只要奖惩收律，然后还有的补救。可是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做错事你就很难再挽回了，人家会，你会越来越难原谅你的。你知道你上大学作弊会有什么事情吗？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那个电梯，那个等电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一张告示，我才知道，就我们大学有人作弊被抓到，你要下场是什么？停学一年，你一年没有读书了，就是你朋友全部可能上到大三了，你才要进大二这样子，然后会有 record 的，停学一年不是开玩笑的。然后这个还不用紧，你知道拜登吗？那个 Joe Biden， 拜登他很多年前啊，1987年他就参加过那个，他就想出来选总统了，然后他选到一半就退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给人家揭发讲哦，他的论文是造假的。也不是论文造假，他是一科的那个 assignment 造假的，就作弊啊，然后就给他的竞争对手就揭发了，然后就要退选咯，然后从此以后就大家就对他就是没有什么信任这样子了，因为你作弊，大家对你的观点就哦这个人不可靠这样子，所有老师所有周遭的人啊对你的看法都会改变了，就觉得你不可靠，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嘞。你看，从87年到现在，那个名声就一直跟着他，跟了他几十年，你知道吗？这只是给你们的一些良心建议啊，希望你们听得进去啊。当然 ，OK 啦，也是今年我也是第一年教物理啊，而且今年又学校又连去年年底的时候，他突然间跟我讲，因为我教两科，所以。我可能本身都不怎么会教书了，然后加上哦时间就是突然间要教两科，就一个头两个大这样子，哎，所以可能就教到不好了，所以也是要跟你们讲声 sorry 啦。我也是 try my best 这样子啊。
可是我不喜欢就是你们因为哦就哦上课的时候就听不懂或者什么，然后就气馁啊，或者可能考试的时候出到太难这样子，然后就讲哦你不要读物理，你如果真的对物理没有兴趣，你高三你可以 drop 掉的、啊，这个 OK 的 ，no hard feeling。可是你假如你是对本来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话，其实现在网络上是有很多资源的啦，你也可以课后来问我，你也可以课后去问其他老师，你也可以就觉得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就气馁了。然后考试其实当然因为你们读中就是很可能有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花了，就是很注重分数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哦，分数很低，你就觉得哦，自己很没有用。尤其是你可能初中的时候，你科学有人，我、哦、平时就随便读一下就考八九十分这样子。可是你上到高中，你会发现哇，你可能第一次物理不及格这样，第一次化学，第一次生物不及格这样子，是对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打击啦。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哦。我到底适不适合读物理啊？我适不适合读理科啊？或者我、哦、可能本来有些理想我、哦、要做什么工程师、做医生什么，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可能会有些怀疑人生这样子啊。当然人生是一定会怀疑的、啊，就是你的计划肯定永远都赶不上你的变化的。可能你设想哦，你想做某些东西，可能到最后未必会做到啦。可是做人不应该过早的放弃了、啊，这样子。你今天你其实测验这种东西，你分数低，你要问你自己啦，你是有在努力吗？如果你是没有在努力的话，这样子你当然就是要努力啊。然后也可能你努力，可是努力的方式错了，因为毕竟物理这种东西。你会发现物理跟其他的科目那个学科属性是差很多很多的嘛？你历史你可能考试前一天你背一下进去考，你可能可以考到七十多分。你生物你有背应该也是都 OK 的。可是慢慢呢，你看化学的，哎，背好像不太行了，需要一些理解的。然后物理啊、数学啊，背是不行的。数学你可能还可以靠练习的。可是物理你发现你就算你很盲目的一直做练习，你可能到最后哎，可能还是不怎么考到不怎么 OK。因为这个东西本来 OK 难度都是有一点的，而且这个学科属性是物理这个学科属性是很特别，就是你要可以就是通过一个现象，然后就是应用数学，就是写出一些式子，就把。简单来讲就是量化一个现象呢，然后再通过你的那个数学就是把它解出来，把那个 CT 这样解出来，所以本身挑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们初中没有遇过这种东西的，所以第一年你如果受到什么挫折是 OK 的，就是你要开始就换一个思维的方式，因为物理靠的不是背，靠的也其实也不是做练习的，靠的是想，你要多想多问，然后要多讨论，这样子才有办法变好啦。重要的是你要花时间去 process， 你不是花时间去背东西，你要去 process 那些 information。其实你只要把它重点的观念抓好的话，你就算你数学麻麻呆，你可能又粗心又算错一点东西，你还是可以拿到一部分的分数的。算到来到最后，你要拿。你考试啦，你要拿六七十分是 OK 的，不会难的。我是讲考试啊，就是期末考那种。然后你去期末考有六七十分，你总平均算到来可能有八九十分的，基本上物理的分数都达到这样子的啦。哦，不给保证，不给保证，我高一都是这样子的。其实重点就是你要去想，要开始去想。而且，其实物理这个东西读了到底有什么用呢？你
你们读这个物理有什么收获？你就有什么收获？爽啊！OK， 有人可能就觉得哦，学了物理就发现，哎，你可以用一些数学的方式来 predict 一些现象这样子，或者哦，你可以知道某个物理量啊，跟另外一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有人就觉得是很爽这样子啦，或者哎，有的人可能发现哎，可能有可以有些应用啦。可能可以用物理的那个知识做一些好玩的那些实验啊，或者是你以后可能可以就用它来做一些机器人啊，还什么都好啦，发明一些东西。不过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skill 就是你可以量化周遭的所有的现象啦。就是普通人他看到 OK， 可能你普通人玩 game 就只是哦，我们以玩 game 来做例子啦。普通人玩 game 就是哦，玩 RPG 啊，你可能玩那个 LOL 或玩 DOTA， 我就只懂得打怪物赚钱这样子，然后就买装备。可是如果你有真正有学到物理那边，你学到一些精华一些讲一些最重要的 skill 啊是什么？你可以量化的东西，你可以开始想，哎，我打怪的时候，我去 clear 哪一个 camp， 我的那个 GPM 就每分钟可以赚比较多钱。OK， 我这样做，我用这套那个战略，哎，我的那个每分钟赚的钱会是怎样？用另外一套战略，我的赚的经验值是这样。这个其实你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很多地方你都是有用到的，不光是打 game， 你投资啊，你以后的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选择啊，买物资啊，什么都好，都是可以用到的，就可以帮你做一些人生的抉择啦。啊，这个可能扯到太远了。主要是啊什么？我想问你有没有探究过，这么物理好人都会光头？没有，哪里有都是光头啊？明明爱因斯坦就有头发的，学了一个进阶，头发会长回出来。嗯，所以是要先脱先啊？对啊，之后就会长。原来伊隆马斯是有头发的，可是他应该是假发，他应该是植发。OK 啊，就今年就大概就这样子啊，也谢谢你们的配合啦，你们都蛮优秀一下的，很多人都很认真读书，认真学习，不错啦，就希望你们来年就更加努力啦，有什么缺点就去改一下这样子。OK， 有什么想讲的吗？你们，我讲的太多了。有的话再继续秀给你讲啊。OK 啦，好了，就这样子啊。有问题的话，还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想来找我，以后还是可以来找我啦。你们学术后直接来找我都可以的啦。就算没有教到你们，我是你们的老师嘛，有问题可以来都 OK。如果你们想找我的话啦，啊 ，OK 啦。这样子啊，好，谢谢老师，拜拜，谢谢老师，拜拜。